你好，我是姐儿。现在配点土，预点菠菜苗。菠菜属于少见的适合生长在弱碱性的土壤的叶菜，所以配土时稍微多加点生石灰，消毒的同时提高土壤的 pH 值。稻壳是提高疏松透气性，还有稻壳炭、草木灰都是弱碱性，也能增强肥力，一举两得。充分搅拌均匀，这次选择用育苗盘育苗。菠菜发芽率不高，每穴多放几颗种子。用育苗盘浇水有个小技巧，不要直接在土上淋水，否则会把种子冲散，应该把水倒底盘里，水会从下面的小孔慢慢的吸上来。第三天逐渐发芽了，第五天基本出齐了，第七天，哇，什么？这是什么吗？米奇，这是米奇吃掉的。一夜全吃光。原来米奇最爱吃的是菠菜，看这些水培的菜苗，有生菜、香葱、香菜都和菠菜放同一个架子上，米奇就只挑菠菜来吃。啊，怎么就得理